跟能不能灌篮是两码事、哦。真的吗？打地球，打穿了三垒防线，球不变的安打，于德龙。而这个球许到二垒的跑者，郭秀伟绕过三垒回来得分，连一垒的跑者刘家豪冲本垒也回来得分。于德龙这一支抢爆兵也二垒安打两分打点，让南美国桃园队取得了2-0的领先了。两位打者都抓第一个球就出棒，都敲出安打，而且这个球完全就打穿了三垒的防线了，因为黄世豪。在才第三局啊，手的站的位置离三垒垒包还比较远一点。对，我在乔波兵没有办法，而且于德龙应该就是在胸肌的底的那趴，出棒的速度短而有力，你看打得非常的快速，直接滚到了 warning track 的地方。左外野手是郭建宇，那特别是连一垒的跑者刘家豪都狂喊着杀很大。哇！冲回本垒，哇！最后那个跨步，我都怕他会不会抽筋呢？哦 ，Go！ 你去一定会抽筋，对啊。但他们有训练，你这有训练过没有？就最后那几步啊，那。